各位游客，晚上好，欢迎来到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韩国馆。今天韩国馆的表演嘉宾是爆笑功夫剧 Jump， 请还没有入场的观众抓紧时间入场，请不要奔跑，谢谢您的配合。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活力四射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特步天天向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对，今天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有很多啊，翠绿翠绿的服装，非常统一，精神气很足的，精神特别饱满。是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就是我们小白菜。欢迎各位。小白菜是干嘛用的？炖豆腐的。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些小白菜呢，都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志愿者。在这个世博会结束之后呢，他们这个内心的一颗喜欢帮助别人的心啊，依然就没有停止。所以他们今天将会在我们节目现场
帮我们递个话筒啊，哎呦，上个道具啊，按个足底啦，哎不不不，按足底啊，你还搓个背呢，没有这个，没有，我们现场观众比如说有什么状况，嗯啊，举手示意一下，我们的小白菜们迅速跑到你的身边来，真的吗？比如说你这周有求必应，有求必应，我想买房子，哦啊，那是我们今天本期节目的嘉宾，嗯，厉害了。怎么哟？来自小五的家乡，是从韩国过来的一个道是什么？爆笑，爆笑，爆笑什么？恐怖剧？什么恐怖剧？恐怖剧？恐怖剧？一点都不恐怖。这个剧的名字叫做《Jump》。在这个2005年、2006年呢，就获得了伦敦爱丁堡艺术节的戏剧大奖，掌声。这个 Jump 呢是用韩国的传统武术，什么什么什么？帐篷还是帐篷，行，就帐篷嘛，就帐篷嘛。对对对，韩国的传统武术，迄今为止已经演过了5000场。对，它是结合这个跆拳道，嗯，和气道啊一起加起来。很多的功夫种类，很多国际级的大媒体都采访过他们。是的，比如说这个 BBC 啊，哦，还有湖南 TV 啊，湖南 TV 大媒体，还有 BBC。对，还有 BBC 啊，还有今年还有 BBC， 对，今年11月份到12月份呢，这个 Jump 呢，中国首次的这个全国巡演将会开始，将会在合肥、郑州、北京、武汉、重庆等地进行演出。哇哦！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给我们做一段精彩的表演，来，有请。我到下边，练习，嘿，跳，踹，踹，ha ha ha!
哎，息怒！不要生气，思密达！不要生气，思密达！不要生气，思密达！哎，很厉害，好好玩啊！刚才那一段，哎呀，我们也就是参照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嗯，我们也表演一段。看我们多爱你，多爱你，多爱你！哎，是这样，是这样，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哦，好诶，来，有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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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好笑，我刚笑开了。哎，你看，小白菜，妈呀，小白菜，嗯，哎。欢迎欢迎，谢谢你啊！欢迎欢迎，谢谢谢谢。首先呢，就几位了，每个人做一个这个剧中的一个招牌动作。哦，你好。好。이름은이준용이고나이는25전공은연기전공입니다에아那个老先李先生的这个招牌动作是什么？我一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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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绝招哎，好帅啊这个！这就是那个韩国传统那个，就是태견是这个东西了。你都喷到我们这儿来了。小吴，태就태，不要。好，来下一位，下一位。안녕하세요，언니好。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이름은홍경혜고요，나이는30이고요，전공은기계체조했습니다。他在剧中演妈妈的角色，然后他今年30岁，然后他的专业是那个艺术体操。艺术体操，他过去在韩国有做那个国家代表。哇，国家队队员呢？来招牌动作，接铃。哦哦，好，接下来啊，你好，안녕하세요，哦，你好可怜哦，车太炫，저는삼촌역입니다，이름은장디예요，나이는28살입니다。他说我在这个剧里面的角色是有点残的哦，对，残的，有点残哦，表现的。其实他是中国人。啊啊，真的？不是，您让他自己来介绍吧。对，我是中国人，哪里人？哪里人？中国河北。河北人。河北哪儿的？河北保定。保定的，怎么韩语那么好呢？对啊，我是到这个剧组以后学的韩语。哦，真的？那以前在国内是做什么？是做京剧，大概有13年吧。13年的京剧功夫，哎，招牌动作，招牌动作，他的招牌动作就站那，然后让大家打吧。对对对对对，来拿刀拿刀。哎，嘿，嘿，둘셋，나들어가냐그들어가냐다음哎，你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剧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总受欺负，他的演员特别好。受欺负的是你啊！因为我老喝酒，所以在教训你。哦，练功夫专心。对，那接下来到您了。其实我也是中国人。哇！你看你，耶耶，好像我是韩国人一样。是。那您是哪里人呢？我来自中国西安。嗨呦！你好，老乡，老乡，老乡。真的吗？但我还没去过。啊，是这样的。祖籍，祖籍。那您在这里面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演爸爸这个角色。除了爷爷，我算是一家之主。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除了爷爷？韩哥，在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人家挺和睦的。哎，那接下来你的招牌动作？我的招牌动作。人家刚耍刀耍的，对，很好。会呀，会呀，啊，好，好哎，一看就是跟爷爷那儿学的，还会啊？其实。我是因为这个角色的需要，所以才会做好一些这样的动作，看起来很严肃，然后忽然就会有搞笑那种动作。哎，您本身是学什么的？我是学中国武术的。那您的学校最强项是什么？是长拳。长拳单刀。哦，这个非常。长拳是吧？长拳。我们有短拳，来，预备，先起放，起。啊！这就是著名的短拳，千万不要以为前锋占了上风，嗯，已经被欧弟的拳风所伤，对，7天之内头会越来越大，对，你知道就好。哎，接下来是这样，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的这个，它到底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一共有9个演员，9个演员，当中会有那个爷爷，主要是演家庭戏。不好意思啊，切问一句，奶奶呢？为什么没奶奶呢？对啊，已经奶奶被爷爷除了。
就没有设定这样一个角色。对，没有设定梅奶奶，就九个角色。那你们这个剧团大概认识多久了？我们演员最长时间大概做这个剧有8年，最少的也有3年左右吧。那有没有那个摩擦出爱的火花呢？就你跟妈妈会不会？或者是？对，我们问一下爷爷好不好？其实妈妈是我女朋友，她会这样讲。那我们问一下这个妈妈的扮演者。你果然盯着爷爷在看。对啊，这糟糕了这。어떤스타일도마음에들면마음에맞으면다좋아요。他说爷爷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爷爷太帅了。东北人啊。太帅了。太帅了。哎，接下来是这样的，我们就从刚才的那个段落当中，我们选择一小段现场演绎一下，我们特别公平嘛。石头剪刀布。对，谁输了谁来。石头剪刀布。你看，好，你赢了，赢了，你赢得这次机会，恭喜你，恭喜你，赢得这次机会。那我去拿板子啊，怎么来？我拿板子，那这个挺好的，来。哎，这个太大了，太大了。哦，这个好，这个板子好，上面这个。韩哥，啊，这个撞了我就去医院了。不会去医院，没机会了。你会从空中鸟看医院。医院的，在这停一站多。哎，那医院呢？哎，那我哎。就一般的嘛，一般的，多来几块，还挑啊，还挑呢，好，把头聚满气，吸收天地之精华，走，这个时候是平常的2倍大，哇，哎，终于搞定了，好了，太好了，来继续收看我们的特步天天小赛，赶快弄走啊，弄走，拜，拜拜，哇，没拍到哎，再一次没拍到，好，来。3、2、1，快秀！哇，可以呀！哎，没有拍到，导播说啊，还没拍到。小白菜，哦，这次他们挡住你了，又没拍到。好了，别闹拍了。哎，接下来，其实这个戏当中，除了有家人之间的故事，还有爱情故事，还有文戏。哎呦，笑中带泪呀！要不然这个戏为什么 BBC 那种国际大台湖南 TV 对是吧？对对对，湖南 TV 最主要是湖南 TV， 湖南 TV 啊。
可爱哦。他就是那种哦，看不出来，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的武术奇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好吧？有请有请。Introduce yourself, 스미다。예안녕하세요예이름은조형규고요나이는29살이고전공은익스트림마술아트입니다예감사합니다哦，好酷啊！难怪他刚飞来飞去的，我一看就知道他这个身材呢，运动细胞一定很好。为什么？个子不高嘛。没错，永远都是这样。变着法儿的夸自己。变着法儿夸自己，姑娘。안녕하세요이름은박연정이라고하고요나이는27살입니다大家再先示范一下他的这个招牌动作好不好？哇，这个腿。踢得太高了吧，前面那个声音还是很可爱的那种。对啊，啪就上去了，哇，厉害呀！他是跑酷的，他来几个招牌动作好不好？哇哇哇！哎打打打打打！哎这干，哎。没看清楚吧？没拍到。你跟他说没拍到。没拍到。看到了，不是，他下面朋友圈的观众。哇！哇！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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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他演的是女婿。对。他演的是女儿。对他，我觉得他啊，就是身材特别好。你问他就是不是很欣赏自己的体型？그냥형은몸혼자자기몸은마음에들냐고你这是在问是不是欣赏你的体型吧？别老拍自己，自己拍了半天也觉得没哪好。만족하고있는게아니라배우로서조금더이렇게항상멋지게갖고싶은데요즘에이제중국에와서공연하느라고이렇게몸을좀못갖고서좀형편이없어胖了，你这叫胖胖？对对对对，有最最满意的，对呀，好多。你侧面站吗？我们能不能够看看他那种腹肌？腹肌可以吗？哎呀，哇哇哇！小五，小五，小五，啊，能能能能。小五，我们的话还没说完。对对对，我们说小五你就别露了。对，好，让人家看到你的酷酷头头了啦。天天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一下，阿哥，真的要这样吗？阿哥，你想好了吗？干嘛？你着什么急？不，哎哎哎哎！你这要洗澡吗？问一下年轻的小伙子，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哎，제취미가이게사람관찰하기입니다예이렇게관찰하는데이제남자를보질않고여자만좀보는예그런관찰취미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太阳的长白커튼옷脸白白的，长头发，然后一身长头发，长头发都从这里掉下来。在古井里面关了28年呢，啊，最后打开电视机的，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要关机，对，今天得奖的是小五，又露出来了，对对对，哎，那女孩子，就是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一旦키가크고요，좀마른사람좋아합니다。我们也演绎一下，刚才就是他们两个准备那个啊，鲜花，然后叔叔突然跑了一下，对对对对，小五来演好吧，他比较喜欢瘦瘦的嘛，我来演叔叔吧。你说今天晚上我们到哪去打牌呢？帮我约个牌局吧，我也很长时间都没有跟朋友。哎哎哎！对，哎，喂，等等等等等，剧情不对啊！叔叔还没咳嗽过去呢，你们得继续演下去。对对对对对对对，从那个开始。啊，那个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是应该多为观众考虑。观众一定希望叔叔不上场。对，有道理，有道理。观众肯定希望这个叔叔喝醉了。大家希不希望叔叔上来呀？身为一个偶像跟演员，
要坚持到底。Take two, action。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这个春风向上，对，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哎，都是有赖于观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是的，是的，一定要感谢观众。你别推我嘛，哎呦，你没推到吧？没推到啊。哦，你好坏啊，想推一下，没事，你头太轻了。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刚才那个环节就突然间那一下那个变化，然后嘿嘿嘿，特别特别出戏，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剧里面不单有这种武打的场面，情感的场面，里面呢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人物，什么小偷？哎呦，那接下来小偷不会在这儿啊，小偷不会躲在这里啊。好，接下来呢，我片段。发型太厉害了吧！他那个帽子一拿下来，好像一下炸开一样啊！这就叫做爆炸头嘛！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位瘦瘦的小偷，来自我介绍一下。안녕하십니까이름은김원섭이고요나이는스물여섯이에요전공은학기도했습니다罗去道，来合体一下。其实呢，合气道呢是有一点点那个传自这个太极的感觉。这个功夫呢是从日本那边发源的。哦，我刚才听说要有对练的时候，对，现场就叫出了一个。不用叫出来，他自己都坐到那边了。前锋，你跟人叔叔谈什么心呢？你们俩手拉手，啊？合气道，合气，合气。你们在交换心得是吧？不用。哎呀，石头剪刀布嘛，我直接演。好，因为我知道石头剪刀布。也出不来什么好事儿。对，演练一下。我的生命就交给你了，都要珍惜。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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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刚好跳在小白菜的手上了，韩哥啊！要对付和气道，就只有短拳这一招啦！来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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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欧弟，给我报仇啊！还有短腿啊！好了，小白菜。转拳完全没用嘛，很厉害啊，很厉害，就和气道反关节。那我们接下来见识一下我们这个胖胖的爆炸头，好吧？这个角色杜海涛可以演。哎，안녕하세요저는김태성이라고하고요그리고나이는스물여덟이고연기전공을했습니다麻烦他把发套摘下来。对啊，对。
我说真的啊，真的、啊。留了多久这样的头发？지금한지는5년조금넘었습니다小五如果站在他旁边啊，会很像一个电玩的角色。哦，真的、啊？小香菇跟大香菇啊。马里奥。特别想问一下小兽，和气道它到底是什么？합기도는이제종합무술로서요태권태권대발차기도있고유도의그업어치기나그런뭐라고하죠네낙법기술들이있고요그리고제일중요한이제호신술이있습니다그런모든걸통틀어있는무술이라고不得不摔对因为你不摔手就断了哎我们来教一些我们这些防身术好不好哎下午去挑一个女观众看对你知道防身术的意思吗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女孩子走在暗巷里这时候出现一个大胡子的强盗我是小胡子吧对不起男孩子从后面搭他的肩膀要怎么办你要演女生你有架有架嘿嘿嘿他是欲擒故纵哎呦先让对手以为哎得手这姑娘得手然后在他松懈了的这种防备心之下智力取胜你想太多了吧无招胜有招再一次你哇你倒地那一下让他震了一下韩哥他不会摔到头啊因为有缓震你在前面走你希望在深更半夜碰到谁最有可能碰见的一定是前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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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会自己选的真会挑对别珍惜啊韩哥我的头没有缓震啊没关系这就对了坏了我们也不修前锋先生现在即将演一部电影啊我们录完今天节目之后他就会进剧组这是他在进剧组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最后一次演出对最漂亮的一次演出你是一个演员衣冠禽兽你是个男二你就当我们过去接灯我是树你是垃圾桶吗呢我是一口痰我天哪这谁这口痰吐那么大呀我跟你讲我吐一辈子都吐不了这么大一坨啊这样你香蕉皮嘛我是路灯我是大树你垃圾桶我是一个香蕉皮里面的痰这条路上东西太多了吧这个流氓别说话你这流氓你挑什么地儿啊你真是姑娘愿意走这条道人家姑娘是环卫工人人家来检查环卫工人真是姑娘入戏啊夜晚周遭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观众好吧预备起哎呦这姑娘走路的开脚然后蹲下坐下这下你们来不及了吧太敬业了太敬业了吧你开玩笑小白菜他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这姑娘也敬业一下没踩着使劲的踩啊你也不看我们小白菜穿的什么衣服特步啊对跑得特别快的步伐一出溜就上来了韩哥他那个怎么办那位韩先生哦可以了是吧您再不起来他们会把您拖走的其实我是想英雄救美因为我不想让他踩到那颗痰我就抱住他但是他误会我了就把我给摔倒了请问痰惹你了吗对啊踩到痰是不好的嘛那就别吐在地上啊谁愿意把你吐出来了我们在这里要诅咒所有随地吐痰的人是的我们要诅咒你如果您随地吐痰的话我们诅咒你买方便面只有面没有调料包所有吐痰的朋友要吐痰麻烦到厕所但不要发出的声音如果发出来的话诅咒你买那种干的方便面的时候原本只打算把汤倒掉结果连面都倒掉了好那再诅咒你一个太好了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你买方便面既有面又有调料你吃饱了一看过期哎呀这个太狠了这个好哎呀这个狠呐维护社会公德真的韩哥那他那个爷爷你们夫妻俩把爷爷抱起来不用扶不用不用扶爷爷说自己来还了还了Come here 哇腰力真好怎么选择这么费事的走路方式踩到痰了哟
对不起。没关系。对。思密达，爷爷让到中间来了。掌声！耶！哇，这个老头不简单啊，功力感觉起来很深厚，对，相当厉害。哎，马起来了。我来年23岁，노인역을맡고있는노혜영입니다。23岁演老人，23岁啊！他是我们九个演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原来是学什么的？태권도랑익스트림마샬아트。哦。他是学那个跆拳道和那个 extreme martial arts， 就像刚才跑酷那一次。哦。我们也看一看，来几个动作。哇！这是。哦，我一下，我一下，头顶再模仿一个，模仿一个 ，go go go！ 哎，他在转的是那个侧手翻加那个空中旋转720度，转体吧，720度。23岁演老人家有什么诀窍没有？公园이제어르신들많이모이는공원에가서할아버지들관찰하면서아직도지금계속연습하고있습니다공연한지지금4년째인데아직도지금노인보면은따라가고그럽니다아我们组里面是有演员的有诶那这两位都是学表演的对啊峰哥你马上就要去演电影了对感觉一下老人眼神不你这是一只老了的猩猩吗对啊让他来教教我们好怎么演怎么演对这个诀窍是什么呢来吧，这拐棍儿。卫生间在那边。双手숙이고요。哎。뻗은다음에다리를살짝구부려요。구부려。差不多90度，然后那个脚稍微弯一点。구부려。그래서하나둘둘셋넷넷다다여섯。아예예了解了。아예예구부려。哎呀呀！对，滴答答滴滴，哇！答滴滴答滴，哇！一般是膝盖带动脚走，老人就变成脚带动膝盖走了。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go！咕咕是什么意思？방금방금겼어방금겼어接下来呢，老人家要选现场的高手进行 PK。哦，好耶！戴眼镜的，戴眼镜。敬礼，起。kick， 退哟。哎，哼，哼，哎，来 ，OK， 这 next， 退哟。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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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高手高手啊我 kick dumbling 我啊就这样 no problem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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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等等等等，这你赢了！哇这真是高手，厉害啊！我们现在找一个女的，找个女的哦，好诶，谁是大侠？来，就你吧，就你，就你，来来来来，女高手。哎呦，嘿，嘿。you
你看，你对人家无限的殷勤吧，嗯、你不戴眼镜，他还没认出那是小五。哎呦，哥哥，戴眼镜，你爽。我突然间发现啊，嗯，这个剧当中啊，很多音效很有趣，很厉害。我们现在我们玩一下我们这些音效，我们请这个音响老师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好不好？嗯、拳头来，拳头。嗯。我的拳头打对、啊、那是手刀吧？嗯。该不会短拳他也能配吧？短拳，短拳，短拳，传授你短拳心法。嗯、短拳。小五，不用你哈，人家有，人家有音效，人家有音效。预备起。哇、哦！可以啊，厉害厉害厉害，这可以啊，有气势。那种棒子打呢？哎，怎么突然有恋爱的感觉？这个是找到初恋的感觉了，扑通扑通的那一下啊，对啊，好突然呢、啊。哎，那还有什么？我们是讲，我们请他们上来表演一下，就是音响师给声音，然后他们根据声音来进行表演，好，几个人配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学一下，好，好好好 ，OK。哇，这怎么学啊？这个动作你也太快了吧，太难了吧，太难了吧。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我们学慢动作。你跟他说慢动作。좀천천히하시고좀천천히하시고你要被打啊，欧弟。Ready go。谁说短拳没有杀伤力了？哎，你们不是义工啊，你们是特工啊，你们是。刚才那个很多拳的那个田丰跟秦远，哎，秦风，你被我的短拳打晕了，你打晕了吧？对对，稍微快一点，快的，快一点，快一点的。谁打谁？谁打谁？我打你吗？对你打。开始。不，你还有连环踢呢。连环踢，连环踢。走。哦，来来来来。完了。怎么了？志愿者玩嗨了。真的耶。如果那个所有的人一起躺，他们怎么办呢？哎呦。三。哎呦。二。三。二。一。耶。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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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请观众上来哦，体验一下自己在慢动作的过程当中有那种声音配合那种非常奇妙的感觉。OK OK， 那个吧，那个剪的比较像韩国女生的头发那个。哦，对对对，那个长得比较像韩国男生的那个男生。哎，绝，来是这样，他们两个来玩一下，好不好？对对对，要看示范吗？好，示范组，谢谢。我抗议，我不要这样的女孩。将就一下，示范一下嘛，对，等下示范完他搞不好。难道你需要一个长满胡子的女孩来吗？对啊。预备起走。哇哦 ！Good， 来了啊！有请有请。哎哎哎哎！你跟武大郎买烧饼似的就上来。你要先被他打。对。来，预备，各位开始。哎哎哎哎！你玩阴的，上面人家是踢上面，你跟人家扫堂腿。哎，对呀、啊，我先示范一遍给你看，真是，真是。不是姑娘，矜持一点，腿都软了。对呀、啊，姑娘矜持一点。多来几个！
哎呦，从被窝里就给拽出去了。你这口痰，哎呦，你这个痰先生。来来来，姑娘，要不然是这样，你我们英姿飒爽，我们演那个男的。哎，好，怎么着？来，反过来，你演姑娘，你演姑娘，预备，起。这是一个好男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跟你说，最后一个动作可以说是猛虎扑食啊，比较危险。什么？猛虎扑什么？扑食？哦，我以为猛虎怎么会吃那些东西？谢谢两位啊，谢谢两位，谢谢，不容易，不容易。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今天这个 Jump 剧团，这个剧团。那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所有的演员，来，掌声有请，有请。就像你们平常演完之后谢幕一样，好不好？接受我们现场观众最最热烈的掌声，来，有请。北展剧场有他们精彩的表演，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谢谢，太精彩了，谢谢谢谢谢谢，衷心的感谢，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特别特别的开心啊，是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感受到了这个世博志愿者对我们的这个热情，无微不至的服务，还有快速的照顾，快速的照顾，太热情了，他们拖人拖得太快了，对对啊。今天的节目精彩纷呈，啊，我们的 Job 在我们节目现场给我们带来很多欢声笑语，是的，笑声当中有一部分不可或缺的，是就是我们的小白菜，耶，好周到，我们用热烈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白菜的优秀代表们，掌声有请，有请。哇哦！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陈超，在世博会服务期间，我是高科技入岗的一名白菜。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刘杰，今年20岁，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我所在的岗位是世博阅江县的世博轴站。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于江涛，我是作为学校的指挥团队的一员，负责日常片区的巡岗以及志愿者事务的管理。大家好，我叫金瑞，我是上海理工大学3年级的学生，我的专业是金融学，然后非常高兴能够在世博园区的 A 片区的亚洲广场从事志愿者服务的工作，谢谢。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侯庆山，我今年74岁，我是上海世博会园区管理岗位最年长的志愿者，我已经服务了11个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丁水波，来自特步集团，我是为这届世博会志愿者园区的提供的所有的服装，谢谢大家。欢迎收看特步天天向上，天天向上，对对对，特步，对，您只有在特步的天天向上当中才能看见，才能看到丁总，我们品牌冠名特步的丁总，欢迎您，欢迎。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说什么特步天天向上，对，就是因为您冠了我们的名，我们每次都说5遍，今天您来了，我们说12遍。哎呦，特步天天向上！您刚才说这个衣服是你们设计的，这当时怎么会想到设计个这样的衣服？然后没有想到设计完之后，别人是会说这是小白菜吧？这次的这个服装啊，是由刘晓刚教授以及他的整个团队所精心设计出来的产品。它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我们不但设计的这个长T长裤，同时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改变成短 T。短裤这样的一个的设计。哇！突然的，我们的志愿者在园区一出现，
就得到了我们广大网民所称赞成为小白菜。哎，丁总，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特步为什么对这个志愿者的这个事业这么关注？这志愿者的这个精神啊，跟特步的所的理念相吻合起来。我们这次为这个世博提供了多少套这样的服装？8万套，48万件的服装。8万套，丁总，我对你有意见。对啊，你看我们每期节目当中为您做宣传，就是特步天天向上，您送他们那么多衣服，您我们一双鞋子您都没送，没送过。您这个，我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我这次特意拿了5双的运动鞋。哎呦。我希望的呢，把身体运动机能运动好了，有一天可以成为特步的代言人。哇！哎，说好了，来，我们按照习俗啊，必须要给一点。对，谢谢你啊，谢谢。哎呀，现在又到年末岁尾了，是，咱们特步明年还跟咱们合作吗？我们相信大家共同的这种理念和我们五位那么。漂亮，那么阳光的这个，第一次有人说我们漂亮，漂亮啊，非常的吻合。是，我们当然继续来合作。明年咱们还是特步天天向上。哎，大家练习一下代言人的词啊。丁总，一起来，预备，起。爱跑步，爱特步。好，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丁总，谢谢，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小白菜，你们辛苦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小白菜的代表，对，侯爷爷。来讲话，好吧？好，来，有请侯爷爷。请。上海世博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志愿者的精神绝不会结束。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为祖国争光。谢谢谢谢谢谢。手机发送 A 到10669888209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全套主持人签名照、笔记本电脑、手提包、索尼水晶相框，更有苹果 iPhone 手机等着你哦！快发短信吧！本期中奖观众是。谢谢。哎哦。好，这个动作很难，放心。他们连桌子都不放过。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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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砰！不是，你自己要配音呢，你要配音了。头头头